习观啊，要如实观啊。而且吼，爱好爱好会当圆通，所以圆成时就看到这圆通的意思。圆通的意思，好，所以咧，伫我拄仔要出家前一天吼。啊，拄仔有一个人写湘北离合啊，哦，伊甲写，圆通法，起，哦，哎，明林啊，写一北离合啊。哦，啊！伊站住，伊咧甲我讲的时阵哦，哇啊安尼说，啊，搁再安尼说，啊，搁再安尼说，搁再安尼说，哦，安尼一直讲三分钟无停，我讲稍等下，我摕录音机来录哈。结果我一讲要摕录音机来讲了吼，伊甲讲吼，讲免录啊吼，好话无讲第二解，哇！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内，记十冬。啊，原来十冬后了，我才了解这個意思，圆通，明。对。观世音菩萨号啥？观世音菩萨啥？号啥？号圆通教主。好，这是原意，通通的意思。圆意通通的意思，因为咱众生吼拢同一师主，失准就是准多许无去啊，还叫失准啊。失准的意思咧，准多许无去啊，叫失准哦。啊，是安怎来失准就无明。无明失准吼，该通的时吼通不了，该意的时吼意不了，还叫同意失准。失准的无明，无明失准哦。该通的时吼，通不了；该意的时吼，意不了。还叫同意失准。啊，我记一个问题哦。比如讲吼，咱个平等看一切众生哦，啊，对一切众生哦，拢爱有慈悲心哦。但是咱活动，咱做袂到，因为咱有业相，
有业上了，就常常感觉伊好，啊，伊就歹。哦，所以我毋敢讲吼，迄就是咱的业上的思维，迄叫分别心。哦，你毋知每一个人拢业上，啊，所以无迄个伊好伊歹，啊，所以若有伊好伊歹，就是你本身现的业上。安尼，大家讲听。所以希文老的时候，伫咧开悟了吼，讲一句话，讲哇，原来天下乌鸦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一样的迄是拢总乌，拢总乌名吼，所以你莫去讲是非吼，因为你若讲是非，即个对，迄个唔对，你后生变作，有阵时啊，咱的吼，半斤煞笑八两，安怎去八担？安尼了解啦吼，半斤甲八两是八担吼，所以叫做半斤笑八两，八担。所以该通的时候通不了，那个失准。再来，该意的时阵，佫意不了。该意的时阵，就是讲啊，原来这个有修，这个心较清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无修，因为境界较低，哦，啊，咱煞佫分袂清，啊，安那分袂清？原来本身该无修，分袂清，差人差足济，你分袂清。啊！伊伫了拢讲家己做到的，啊，其实毋是哦。你看，你心静下了，你才知啊，原来我阁差人差遐多，哦。所以该意的时候又意不了，哦，迄叫做同意失准。我讲来了解了，哦。所以像咱爱一直修哦。咱袂使有冤仇，咱爱感觉啊，家己诚实啊，人哪会遐搞啊，咱哪会遐含慢啊，就是吼，咱都无人想久吼。所以该易的时候你要易得了。我们讲啊，不见人是非，要常见己过。现在常见己过啊。啊，就有影比人较差，啊，所以你要家己反省，爱忏悔，爱惭愧，啊，这咱的无修的众生有混浊心混浊，迄拢分袂清，该通的时通不了，该易的时又易不了。但是心清的人不安呢，心清的人哦，该圆的时候可以圆，哦，该义的时候可以义哦。比如说啊，伊知影众生的业的种种各异，哦，啊种种各异哦，伊的话都应机度化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业感无同，每一个人因缘无同，啊，所以袂使。还有背叛四千法门，应机度化，所以该义的时候也不有法度义，哦，还叫做缘。意思来讲，伊要度化众生，伊我都做甲做圆融、做圆满的，哦，伊袂讲会搭救一个啊失去迄个，还是搭救迄个失去迄个袂。很圆，啊，先啦，我都圆，因为伊知影吼，每一个众生各异，啊，用的方法拢爱无同，有诶吼是爱甲保护，有诶是爱甲刺激，所以迄伊拢知影要哪处理这个工课，所以迄当圆，圆意，但是吼，圆意的当下，对每一个人拢会当平等心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伊了解吼究竟空性，一切拢是因缘法，所以伊袂去看世间的是非。
伊无这伊无这两条线无，无去对世间起好歹是非的业相无，啊，所以伊会当平等化每一个众生，迄叫通，叫通通。所以对伊拢袂去失准伊个缘，啊，我都通一切究竟。平等看待，平等心，要通通，未去失准伊，叫做圆通。哦，未去失准伊，就是拢实的，拢绝对未去看偏大伊。那圆成实，你圆通，意思。所以这款嘞，圆通法爱会晓。修持，好，再来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平免临，就是，这个临就是，这是众生啊，对众生的根种种的根基哦，起仁爱的心哦，去临哦，临就是仁就是慈悲心啊，所以对每一个众生的根基，你都知。爱病，啊，去比心，迄叫明人，啊，为着就是要达到究竟，啊，究竟清净哦，不懂，哦，道法个究竟清净哦，原来一百年哦，十冬后才知。因为有时啊，咱看一个名相，个像，哎，写了袂歹，但是吼，你要深入内底意思，无懂体会，常常你拢爱透过想了，搁再来研究啊，搁来看，来想啊，到底这是啥物意思？对，所以这个内经，有法度内经吼，啊，就有法度外明吼，所以，内经就有法度通，吼，外明就有法度圆。这个内经外明哦，是《楞严经》内底意思哦，《楞严经》内底讲，迄就是咧讲迄水吼，要哪有净化，要哪有沉淀的意思。迄种一直咧吸引，你哪有法度断？业相吸引业识，啊业识即种业相，啊一直咧扭，哎哪有法度断？所以要断一定要有魄力吼。人拢个慧见断情思，相当有魄力。这个魄力哦，不是吼，带兵甲人修正吼。所以人讲吼，修行是大丈夫事，不是一般的将相所能做到。你敢捌听过？你敢捌听过？修行是大丈夫的代志，唔是一般的吼，迄带兵甲人相战的人，我都做会到。因为带兵甲人相战，讲歹赢吼，这啊，这较简单。但是吼，要战赢就比较难，所以要甲别人拍倒较简单。要正赢家己吼，很难。迄是大丈夫，大丈夫事吼，咱爱想办法正赢家己吼。真正爱付出相当的魄力。这魄力吼，不是要去解决别人。